它基本上是琵琶，小琵琶，中间你们现在可能看不见，我们有个小琵琶，是专门为我们弹拨乐团而这个就是专用的这样一个乐器，替代高音乐器柳琴的。那么还有大阮，还有中阮。这个作品呢，你们还看到了打击乐，节目单上也有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我要说一下，那个是曹梦女，你们那个节目单上的名字是不对。还有管乐，还有二胡。这个作品创作于1958年。那么左的思潮下，钢琴啊，当时面临被取消，说就亡琴论，那时候得有说法。那么潘一鸣，还有孙一林，还有刘世坤等，就中央音乐学院的当时的一些钢琴系的学生，他们热情特别高，他们用钢琴的和中国音乐、中国乐队相融合，他们就是想创作出一部与中国音乐相关的作品。那么当时就是潘一鸣先生是在学校首演的，而且是朱公一先生，也是个钢琴家，他指挥的。后来呢，刘世坤因为得了大奖回来之后，后来在社会上由他来推向社会首演。黄这个飞利他呢，把他做成一个就是钢琴和乐队的作品，就编配了这个乐队。那么54年过去了，这首作品很少有人问津，不太多演奏。今天呢，当我们和钢琴家潘寻重新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，我们同样可以强烈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热情。我们认为这来自作曲家的真挚情怀，我想只有真挚才是永恒的，才可以永存。所以这次呢，你看为弹拨乐队改编的作曲家孙晓松就跟我说，他说他改编的时候心存敬意。这首作品你们可以听到，它有几首民歌在里面，其实曲目单上有一些介绍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说一下潘寻。潘寻呢，是我的学长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中央音乐学院是真正的精英教育，而他呢，是当时的这批精英里头的佼佼者，所以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看他的时候，那是仰视他的。那么他后来到了美国，一直在美国发展，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钢琴家，他同时是一个室内乐钢琴家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们可以听到当年他父亲潘一鸣先生首演的这部作品，我想这部作品没有人能弹得过他。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潘寻和指挥家陈斌。